装白香果汁搭配野果白玉珍珠霜 Q 清凉解渴是夏季人气饮品。不过现在想喝上一杯手摇饮，得先垫垫口袋里的钱有多少。比便当还贵，70块可能就有点不太行了。其实现在饮料店都蛮贵的，所以我觉得多喝水。它都是5块钱，基本上是奶茶系列跟鲜奶茶，还有荔枝桂花这样。其他的纯茶系列是没有变的。梧桐号宣布从5月1号起，奶类及浓斋系列部分品项，像是梧桐奶茶、仙草冻奶茶、手冲太奶以及荔枝冰茶冻饮等，都调涨5元。另外，马古茶坊也宣布饮品从5月2号开始调涨，百香双 Q、芒果果粒波波、杨枝甘露等统统涨5元。想要加料布丁、咖啡冻、仙草冻、野果等配料也都涨了5块。各种招牌或季节限定饮品直逼100元大关，也已经直达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临界点。大概到80几都可以，80到90有加料的。那水茶类的话，大概会介于20几到30几。手摇饮陆续含涨，一月份南部人最爱的茶之魔手弥克虾部分品项也都调涨5块，就连以平价抢占市场的清新也涨了，掌声一波波不断响起，就看民众买不买单。记者徐伟成、童亚云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